混乱经济的面料。今天来玩 M 家的魔方滑板，这是 M 家销量比较多的一款质感胶，介绍里说手感很好，但是只能骑少量跑。那么今天进来就来挑战一下，看我能把这款不适合骑包的质感胶能变过吧。先来今天它的外衣，虽然这样一盒要22元，但是量很多，玩着肯定很过瘾。看着超级光滑的面，这个香味还蛮好闻的。喝起来很吸手指，而且声音很清脆。拿出来看一下，如牛奶般丝滑，按的不若泥瓦，真的超赞的，这个成长性真的好棒。下面就来看看到底能变多大，起泡很顺畅。好小，这个只能起少量泡，我感觉最少都得有6倍。这手感太软绵了，还不粘手，我真的太喜欢这款泥了，这个手感太爱了。最后，如果你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奇怪